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辛巴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凯旋765R的简短静态分享。说到这辆车啊，那我有很多话想要讲。先讲这辆车，我关注它的时候吧，是它刚刚发布的时候，它是跟凯旋三辆车一起发布的，有凯旋的复古的 RS， 有小青蛙 R， 然后还有一个我很关心的凯旋小老虎850。那我个人是非常关心凯旋的小老虎850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我之前在看 ADV， 我之前想买大野驴，我个人觉得小老虎非常的性价比高啊。那哎，不讲小老虎了，讲一下这辆765R 吧。765R 跟 765RS 很多人会拿来对比啊，毕竟是一个高配一个低配。那他们两个第一个差别就是价格，他们两个差价大概有26000，少花26000，你获得了什么？今天才是我们要讲的关键。我一样一样根据实车来跟你们分享，你到底少拿到了什么？第一个是外形上面能立马感知到区别，就是液晶屏。以前 765RS 上面那块液晶屏没有了，现在是一个指针式的仪表。从大前天我发的一个静态分享来看，很多人还是喜欢指针仪表，这那你就是赚了呀，那你还买什么 RS， 直接买R就完事了。这是我觉得他们最大的区别，就是液晶屏不一样，省下1亿。也不仅仅是液晶屏吧，你还少了一个模式。那 RS 上面好像有个赛道模式，那在R里面就没有了。其他的三个电控，街道、运动、雨天，你现在都有了，只是差个赛道了，我觉得也无关紧要。反正就是这么个液晶屏的区别。第二个也是肉眼可感知的区别呢，就是刹车啊。那这个刹车原来 765RS 刚刚上市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觉得哇好牛逼啊，用上了几乎中量级上面最高的刹车 Brembo 的 M50 啊，那基本上拉满了，没什么好说， M50 就是牛逼。到了 765R 上面就是一个 M4.3 的刹车，我个人还是觉得非常的猛的，这是第二个区别。然后是第四个区别，就是它这个坐垫啊，这不能算一个减配吧，你就是获得了一个带小姐姐的机会，从 RS 上面那个竞技风格的后座包变成了座位了，你现在可以带小姐姐了。我觉得 R 版这一点我个人更加喜欢坐垫，嗯，难得可以带个人嘛，对吧，车手也是需要带妹的，挡泥板不好吗？笑。好，接下来讲一下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配置差异，就是避震。那前避震啊，不管 765RS 还是 R 版都一样，都用的是修瓦的前减41毫米，带预载可调，带阻尼可调，基本上是修瓦41毫米的里面已经算最好的了。后减就是 765RS 跟 765R 的最大区别，因为 765RS 用的是 Allings 的带背冠的后减，那基本上谁都喜欢 Allings， 对不对？那我觉得 R 版也不差， R 版用的是修瓦的带背冠的后减，也是可调的妈妈，那肯定是 Allings 香嘛，但是 Allings 你就得加钱。好，接下来来讲第五点。第五点你也是立马肉眼可以看到，就是它的轮胎，这个前胎啊用的是一个恶魔3， R 版的用恶魔3一点毛病都没有，那偏向于家用，而且恶魔3我们这边口碑特别好，那很多车都在用，自己也在改。但是到 RS 版本它用的是一个什么Closa 高性能的胎，是介于啊恶魔三跟大闪电之间，但是我听说它更接近于大闪电，就是这么强劲的一个胎，也比较符合 RS 定位啊，这是他们的轮胎的差别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它看不见的地方的区别。看不见的地方区别其实比较少，第一个是它的动力啊，那我觉得 R 版跟 RS 版大家一查就知道，他们大概动力差5匹还是6匹，其实应该来说你在实际骑行的时候感知可能不明显，都100多匹的车了，你真的很难再感受到110跟120，就差距真的不大，都很猛了，都已经地表最速啊，就街上没有人比你快。我能相信这个车才170几公斤的重量下有100多匹，一拧油肯定这个车就飞出去了，都很猛啊。
然后就是他们之间无论 R 版还是 S 版都是带快排，一点毛病都没有，整个车也是超轻量化的三缸，人家说是摩托2往下放的发动机，基本上我对这辆车可以直接下定论啊。我个人现在还没有动态体验过这个车，但是我知道这辆车绝对是操控好的。它现在价格来到了10.65万，这个级别竞争对手其实就是 Z900 CB650R。 那我觉得凯旋竞争优势真的非常的大，你就跟 Z900 去比嘛，它其实动力跟 Z900 差不多，那比 Z900 更猛的 Brembo 刹车，对吧？后面是悲观式的避震，170多公斤的重量比 Z900 轻了将近30公斤，而且三缸声音也很好听啊，凯旋全系啊。我觉得它跟 Z900 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液晶仪表跟指针仪表的区别了。如果硬要讲配置上比 Z900 差的话，关于其他方面我真心觉得凯旋 765R 基本上把能拉满的配置都给你拉满了，在这个集聚里面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车。不要说 Z900 比 CB650 性价比高得多，我觉得 765R 比 Z900 性价比还要高。当然这纯粹是我个人的主观倾向哦。其实这辆车还有一个最直接竞争对手，就是我前两天拍的790的 CKD 版，那个卖9万块，这个卖10.6，他们差价1万多。但是这两辆车都是玩乐型的轻量化玩乐向的车，那我觉得这两个应该一起对比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到时候会把这两台车拉在一起，我们一起去做个对比测评，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。在视频最后我再讲一点点我自己对于凯旋765的想法。抛开前面全部不谈，我觉得凯旋还有一点非常注重讲，就是凯旋的做工。那我觉得凯旋被誉为欧洲本田，没有空穴来风啊。整个车大家可能没有见过实车吧，那我觉得整个凯旋的细节，不论是塑料件还是它的金属件，包括钢头跟钢体之间的橡胶缝啊，整个就是非常干净非常利索，所有件你都觉得恰到好处，打胶没有漏，焊缝很干净，做漆面做的特别平整，按照日本车这种精雕细琢的做法去做这辆车的，就不是有些欧洲车瞎拼拼，你知道吗？大家都知道我要说谁了。包括这个旁边的这一块红色漆面啊，就做的特别的好看，做工特别的仔细，你看到真车你就知道了。而且它坐垫这个皮质啊，特别细腻，就是有点那种妮普小牛皮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少女肌肤般的触感，真的大家可以去试一下，我不瞎说，可以去试一下，摸一下你就知道了，我绝对不是瞎说，这个东西你要摸过你就知道了。包括这块金属面那个 CNC 做的特别的仔细，特别的好看，它只是一个10万块钱的车，我个人觉得它无论塑料件做工包括金属件做工一点都不输 CB650R， 就是有这么夸张，有这么好，大家一定去凯旋店里看看真车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关于765R视频今天只是第一期，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试驾体验，那到时候我们会把它跟790的 CKD 版拉在一起，我们来好好试一试中量级街车，到时候应该还会拉上 CB650， 我们来做一期对比测评吧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节目，我会继续更新的，我是辛巴，我们2021年会有更多的摩托车测评，谢谢大家一路以来支持，拜拜。接下来内容可能会引起部分人不适，请选择观看。气温是20度左右，现在的气温是20度左右。我们阳光明媚，外面阳光明媚。啊，现在是冷车啊，卷卷用手来，对吧？给大家试一下。我手都要插到这里面去了啊。啊，好，我们现在来给展示一下啊，这辆车凯旋的765R 啊，全新车。哎，你们还在欧洲车，看见没有？不要等自己，快点发车。好，不是我们不是拉油门吗？拉油门呀！要挂一档。啊，要挂一档啊！哎呀，要不要挂？啊，那挂档吗？挂档吗？啊哈哈哈哈！用脚撑，我要把那个撑起来。好，好好好。哎，人家又要说已经过了，已经不是冷车了。哦，怎么没有熄火？怎么没有熄火？不科学！我操！主要是捏离合，他们肯定会有说你怎么捏离合，肯定是不对。哎，太失败了！太失败了！太失败了！好，就这样子，拜拜。接下来就是传统异能坐高展示，我是辛巴，我1.72米，赤脚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辆车坐高，这辆车坐高是820啊，那
想要坐高，我讲一下那个凯旋 GZ 的地方。其实凯旋官方说当时是有个780的坐高的版本的，但是其实你去买的时候并没有，它一定是这个820的。然后如果你想要更低坐高版本，需要另外掏钱买个低坐高的坐垫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个人觉得这个车坐高是非常高哦，那比我骑过的很多这类型的街车应该是最高的，基本上我只能前脚掌着地，那我个人觉得是偏高的。基本上这辆车你得1.7米，我说的是现在就1.7米以上吧，最好了，就会骑得比较安心一点，真的非常高，而且它的中间夹的部分也是比较宽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我是辛巴，拜拜。